夜想食腸粉點算好？依家 Rasonic 咧就推出咗一部層層疊腸粉電蒸鍋，只需要三步就可以整好腸粉啦！个肠粉嘅 tray 咧，就千祈唔好咧同电线摆喺同一边位置啦，因为如果唔系咧，啲导汗水滴咗落去个电线位度咧，就有机会会造成一啲危险噶啦。